赛了。那在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第四回合之前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500斤限时限量的活动喽。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画面的下方。感谢导播哥。好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混合的英文字母跟数字的一排序号。在这里呢，来不及抄的话没有关系，赶快按下你的 print screen。那这个序号呢，在你登录游戏之后就可以获得500斤了。来不及抄，对不对？没有关系，绝对没人来得及抄。刚刚是你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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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个倒回去 ？print screen，print screen。对 ，print screen，print screen。对，那记得呢，要尽量是尽快啦。听说是24小时之内才有效。对，所以大家抄了这个序号之后呢，赶快登录你的游戏就。可以拿到500斤喽！那这是为了庆祝我们 WG 是正式的第一次官方直播比赛，中文的直播。现在应该已经被领走了，20秒差不多吧。我刚刚是你一直在倒数，有些人很神的，是，对。好，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的是第四回合啦。刚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了，跟大家报告一下，前三个回合的比数2-1，是由 PVP 这边暂时的领先一分了。到底能不能够一路的领先下去呢？马上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回合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战术配置。我们 PVP Super Friend 这边是他们在南面嘛？嗯，对，他们在南面。看他们现在是总重心是往哪边摆？哎，这边 IS 可以看到他三台车是集结做一个快速的移动，看他是往哪边做移动的呢？这边目前是没有拍到。是。PV Super Fan 这边战术还算蛮特别的 ，Devin 驾驶1390，用很快的速度往9号、8号线这边往前直直的移动，几乎吃定对方不会有一个重兵突然出现在这边的情况。然后 Antair 这边他是开着中型坦克，中坦，然后在中间做一个情报的一个获取。嗯，那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我们的 ISG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3台的500，2台的T32。我好像看到一个镜像的战术之类的东西。ISG 这边摆出了一个上次 PVP Superfriend 摆出过的阵型啊，就是我讲的2号跟3号线中间的这条山间小路，所有的军力在那边一个重军集合。对，ISG 这边呢就沿着这个2号线呢，集体1、2、3、4、5台车一起往。至于另外2台 T1 Colony 和 Hobbies 他们的车，则是一个在6、7号线这边，可能是要顾一个中间广场，免得中间广场有人常去。这边做一个交战，我们看一下。哦，相遇喽。对，直接把对方 T1 Colony 打爆了 ，Commander Muter。是在 D2 这边相遇，也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 PVP 这边是损失了一台小 T1。这边他也是可以做一个。因为康尼汉在一个边线这边，开始走前面，很有可能是典型的左右护法战术，在 Abby 这张地图上面的面具。一台 T1 在1号线，一台 T1 在18号线这边。不过现在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这可能是个障眼法。对，我们看到在 A8 的部分哦，是有一台 PVP 的小 T1 车哦。对，有 Van 的 T1 这边也是。很快速来到了，这边更厉害的是 Batman 的 D390。刚刚我在想，刚正在讲说他们可能判断7、8号线这边有一台 T1 康尼汉的状况之下 ，D390 突然的出现。那现在 Batman 他看到这边有两个效果，一个是击杀对方的侦察车，第二是获取情报，也就是对方的本营这边是没有车的。那合理判断，刚刚在23号线这边击倒对方的 T1 康尼汉 Commander Muter 的那个就是一个主力军。好，我们看到 PVP 的其他队员呢，是沿着7号线这边慢慢的往前压进哦。Batman 他获取了情报之后，在7号线从 A 到 E 这边做了一个一字长蛇的一个炮阵。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Batman 他的优势，他的一个强项是他很会分析战局来安排队友的位置。那他的存活率在前导车来讲，他也算是异常的高。可以说他对游戏的理解力真的是一等一的。那不知道在 ISG 这边有没有收集到？很明显，一台 T1 康尼汉跟一台 T1 康尼汉两边相遇，看到彼此了，转角遇到爱了，没错，但是直接被轰爆了。其实这个 Nicola 他刚刚的位置其实相当不错，你可以看到 PVP 的车都已经在他旁边了，他怎么还可以活这么久？因为他是选一个很好的位置。你也是一样的，你这边侵入到家里的车，为了要去打他，就有可能策马会被另外一个角度打。虽然 ISG 是没有车了 ，ISG 已经弃这两台 T1 让你看于不顾了。这两台 T1 现在是呈现一个弃子状态，用来知道对方的战线大概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当然，他也有留两台车，两台五零一百吗？是两台五零一百。那我们刚从这一个 ISG 的视角去看到，感觉好像我们 PVP 是有一台主持人会在自家旁边，但他是其实
总共有三台。对，那在这边很可能就会着了 PVP 的道了，也就是他觉得有一台中坦的情况，他可能会想去夹杀 Batman 跟 Empire。然后他们可能往前开到一个广场的时候，就会被我刚刚说的 A 到一号线这边拉开来一字炮阵做一个攻击。所以说目前是情势看来有可能要中这个道咯，因为这台A 四的这台替换枪你看迟迟没有被打，迟迟没有被抓掉。那 ISG 可能会觉得 PVP True French 可能真的只有 Batman 跟一台替换枪你看在这个地方。这边 Entire 往回开。他没有看到任何的情况，他们好像不知道 A 四那边有一台 T 1钢，你看似乎也不敢往前探，因为他们的那个北面这边主堡这个是个开阔地啊，极度开阔的开阔地，你往前开可能就会被一二号线那边的敌方打爆，所以他们也不敢往前开。现在双方呈现一个有一点小僵持。不过我比较看好 PVP 这边的情况。在我们之前的比赛经验里面，有办法获取情报之后展开这样一条线的战术的队伍，通常都会获得胜利。对，好，我们看到 ISG 呢，果然是全部全员又回到自己的出生点位附近。对，不想要放下这台 T1， 可能觉得对方迟迟没有抓，应该是战术上面有什么鬼之类的。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甚至也没有留人去盯着一号线，完全没有留人哦。感觉这整个节奏完全是被 PVP 拖着。我们从 ISG 的视线来判断一下对方他们可能会拆 PVP 的战车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首先确定的是七八号线是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可是像这样的窄道而且侦察车被打爆，我们可以判断可能是一台139的，也就是一台中坦的情况就已经卡在那边。那重兵现在有可能是在中央广场，也有可能是在一二号线的山上，事实上有点难以判断，有点难以判断。但是先救出这台 T1 康尼汉是他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他们也回来决定把他救出来。那 PVP 这边是完全不动。比较特别的是这边 D3 这台 T1 钢铁汉，这个是他是怎么开过去的，这个情报获取情报获取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开到离对方这么近的地方还没有被打的话，这实在是蛮赚的。不是 T1 钢铁汉，是 Batman。 天哪，他刚刚不是才在116这个地方，他怎么去的？我实在是感到非常好奇。Antenna 这边是做了一个盲射吗？不是盲射，他对着 A4 号线开火，可见他是知道对方的 T1 看他在那个位置的。他是感觉到，隐约看到。这感觉也太准了吧！这个 T1 看他，他从头到尾是没有发出声音，他也没有做出移动。事实上，我也没有在地图上看到他被探出来过。好，我们看到除了这个 Batman 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是固守某一个位置。对 ，ISG 这边做出了抉择啊。一号线这边，这好像是上一场的一个节奏啊。一号线这边做出一字长蛇阵，留下那台 T1 康尼汉，反正你不来抓我嘛。那我现在沿着一号线这边全军往前移动。那 PVP 这边有没有留车往后看？有啊，刚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H6 H7 这边是有一台 T1 康尼汉的，防止对方开到我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好，我们看到现在 ISG 这几台坦克呢，沿着一号线已经来到中场了，要过中场了。事实上，这样子对 PVP 不是什么很好的发展，不是太佳的发展。如果他们迟迟没有发现，没有去把那台 T1 康尼汉抓掉的话，这不是一个好发展。因为你不抓那台 T1 康尼汉，对方就可以很确切的掌握你的时间点，不管是你前进到他们家的时间点，还是你后退回首的时间点，都会被掌握。那我们看一下 ISG 这边的车开到 PVP 的主营这边的时候是怎么面对，而且这边的竟然不是 T1， 又是 Batman，他是有几个 Batman， 哪里都有他，什么情况啊？好，他现在又开走了，就是这样，他等一下又会出现在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被你吓到。我们看啊 Robin 往回看，Ice Water 也往回看， PVP 这边感觉非常的敏锐，虽然没有装那台 T1 康尼汉，但是他有感觉到对方有可能是采取一个一号线直攻自己家中了。对，直攻 Galvin 跟 Entire 都往回开了，他们全部就现在掉线回到自己家里面。刚刚我说对 PVP 不利，现在又不太一样了，各位观众仔细看一下，不管是中央线的 Ice Water 还是回来的 Entire 跟 Galvin， 他们现在都已经呈现又是刚刚的一个一字的一字排开了吧，一字排开的战术，相较于 ISG 他们是一个集团式的移动，是对 PVP 这边不管怎么样的应对，几乎都是采取一字展开。对，我们看到 PVP 这边还是留了两台车在我们地图正中央城镇的部分，让你被很多个角度攻击，这是 PVP 最想做的事情。不过 ISG 这边真的是变化多端啊，到达最前线之后留下 Lisa 跟就是 Death Sky。 ISG 有看到 PVP 的这一台演车，那应该是心里也知
道说自己的这一个走一号线的战术可能被猜到。事实上，这张地图 Abby 这张地图就是常常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两边主堡、两边主营那边都是一个平地嘛。那我们就会常看到很多车都已经开到了，也就是纵向线，它已经开到很接近对方了，可是却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大家都在原地观望。现在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是两边是拆开来的。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时间剩下最后的42秒，双方都被打垮一台 T1 康宁汉的情况之下，不知道谁会先采取行动呢？在我看来，应该平局，我觉得 PTT 的个性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双方现在的位置都是呈现一个你要转变为主动战术有点困难的情况。你看到 Batman 在来回，他很注重第一时间的支援。好，剩下最后的十秒倒数，有没有人可以突然神来一发之类的东西把战局逆转？5秒。可以看到这总决赛双方是夺，这简直是平稳到一个极限。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四回合，双方都只有各损失一台 T1 眼车，没有一个人敢往前开啊，完全不敢往前开。是我们看到 ISG 呢，是从他其实一开始比赛初期就尝试从一二号线这边要往下压，无功而返回去之后，第二次尝试还是。其实双方都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 PVP 他一开始是都压到 A9 那边了，而且是第一时间就到那边，而且还换掉一台对方的 T1 康，你看。而且我还没讲完，而且还知道一一这边三区这边这么中央的地方竟然有对方的重坦，种种的情报下来，我是队长的话，我可能会说直接压进他们家了。对，但是呢，他们到达了之后，好像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没有人敢再往前探，就连最大胆的 Batman， 讲到 Batman， 他张地图，他刚刚这场比赛到底出现在多少地方，神出鬼没很多地方。哎，这不简单的，不是说车速的问题，是很多那种，它行进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它这种它 A390 这个纸薄的装甲，它如果开错，被对方的掩位车可能一发就给你带走。哇，他刚刚只中一发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到，画面没有带到。对，他出现在好多地方做一个补动的动作，他就是很注重第一时间的一个帮忙。一个加急，机动性相当的高。对对对，不过就连他也不敢跨过那条线，哪条线呢？其实各位观众可以做一个判断，我们以 ISG 那台从头到尾好似宕机没有动过的 T1 康，你看以他的炮管往前做一个中心分解，是就是这条线，没有人敢动。好，这边我们第四场刚刚是一个平手的状态，那我们现在要再进一个延长，地图同样是 Abby， 比赛即将开始。这边出生点位是没有做一个交换，也就是说我们 PVP Superfriends 还是在南面。那我们看到这一场他会采取什么样不一样的战术呢？这场的确是不一样，有不一样吗？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Batman 位置就知道了， Batman 依然是往这个 J8 这边开了，跟刚刚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状态、啊、因为我们看到 ISG 还是一样的要往这个地图的左半边前进、哦、等一下，导播是不是耍我们了？这是不是刚刚那一场？这是 replay 吧？对啊，这是 replay 吧？对啊，难道双方还是呢不肯放弃要尝试原本预定的战术？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Fan 有没有往前秒掉一台车，我们就知道啦。好，导播，我们可以跟着 Batman 的视角吗？马上抠新加坡。对，看一下哈、哦。目前还没看出什么不，那台车又宕机了。A4，这是重播吧？这欺骗我的感情啊！这完全就是上一场的重播一样，是从二号线这边要慢慢的往前压进。对啊，没关系，各位观众，我们静观其变，再往前看。对，如果这一局又打成，真的很神奇。如果剧本没有变的话，等一下 Death Sky 会往前开，他会看到 Commander Muter 的 T1 康林汉。然后一巴把他打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要闭嘴养息了，因为这个是浪费时间了。这个跟刚刚那场一模一样，我们可以让观众好好的，好像不一样哦，不一样，没有任何的 T1 出现在前方，没错，好像是不一样哦，没错，这场是不一样，这果然是延长啊，这 Commander Muter 这场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来中央线三区这边被 Death Sky 打爆，这个既视效应没有再发生。好，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在跟着RSG 的视角，像 PVP 现在状况怎么样呢？ PVP 刚刚起手的动作、起手式跟上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差别在于 Commander Mutant 的 T1 康尼汉这一场是没有过来接的。啊，终于我们看到了，他来了。对。但是不敢往前，他说我上一场呢就在前面那个角度被打死，所以这一场我是不会再过去了。他在这边做一个，与其说是情报做情报，不如说是一个卡位的战术，弃子卡位。对，他在这个位置如果会被打爆，就明显知道对方已经到达什么样的位置。那 PP 刚刚是看到有两台战车呢，也是在这个二号线的尾端，差不多在 J2 K2 的部分。所以如果现在他们都可能抓到，几乎跟上场差不多一样的死亡方式，不过他换到一些情报 ，Death Sky 往前没有，又往后。哎，另外一台车又往前 ，Lisa 跟 Death Sky 两个人让 Commander Mutant 非常的生气，你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呢？哇，那这一台 T1 车也是发挥赫赫的效果啦。刚刚有个小小的特点啊，你有没有看到他们 Death Sky 他们把 Commander Mutant 打爆之后，只有两台车出来，另外两台车反而刻意的不出来，因为不想让对方点到四台车这个人数。对，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小观念。好，我们看到现在呢 ，Little Man 跟他的队友现在是相当接近对方的时间点位哦。我相信这一场 Batman 应该会有跟上一场不一样的动作。发现了，请问康宁汉，哎呦，请问康宁汉，小小的炮管在对面进行一个扫射，然后他自己也被另外一台 T1 康宁汉作为一个扫射，似乎是在城中央的 T1 康宁汉两台小炮管在互射中。哦，贝恩的车有把他打爆吗？没有，他缩回去了。这边，你看到的 T1 啊，被打爆了，没错。贝恩这场应该是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动作，不能跟上一场一样死死不过四号线了。因为这场不一样的地方是 PVP 这边是获取情报，队长的重车他们是已经到达了 H 这么深的地方，对 GH 线这么深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这一场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配置。不过整体上看来，他们还是想要做一个一字排开战术来应对对方的集体进攻。好，我们看到大家在这边探头，但是没有再继续往前开，还是非常这又呈现一个双方各抱一台 T1 康尼汉的状态之下一个僵持的状况。对，我们时间还剩下5分44秒。各位观众看我讲的准不准 ？A 四号线的炮管为中心点，谁也不能超过那条线。贝，你不要打我脸啊！我才刚讲，他就就是在五号线这边往前开。不过他被看到哦。打后退了。没错，大后退。啊，这边 ISG 先采取一个突破僵局，没错，一次两边打我脸。ISG 这边队长 Death Sky 跟 Lisa 两台车是已经到了对方的起点了，这么大胆动作，目前还没有挨到一炮，没有挨到一炮，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非常值得的一个采取的动作。因为往前落，他们挨炮基本上就是被激活而死。1、3、2，即将，就是的，没有错。还要踩点吗？对，这踩点一踩下去不得了 ，PVP 就要大调动。好，两台车踩点，现在呈现一个 capture 状态，是4、5、6、7、8、9、10，一下子就十分之一就这样挤过去了。对，我们还非常的好奇 PVP 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ISG 这边有两台车踩点之后，呈现一个最远距离的状态。好，我们看到希望对方最晚看到我，赶快回来了。他们不赶快回来不行啊！你看，我们才20几秒，稍微看一下就已经5-1、5-2、5-3，速度之快。不过这个回来，漂亮漂亮漂亮！毕竟是开阔地啊，还没有整个回来，在远处就已经急到 Lisa 跟 Death Sky 两台车都遭到了炮火攻击，这况不是非常的好，毅然的放弃站点这个行为往后退。不过先保住小命再说，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有达成啊，对，就是让你掉点，以及你开火，我就可以点你几台车在什么样的位置。这边呈现一个僵持吗？没有 ，Lisa 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他在一个低洼处。Robin 刚刚在中间开火做支援的时候，似乎也被打到了。现在双方呈现一个平局的状态。仔细看一下 ，Lisa 车况是相当的好、啊，似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痛。没错，现在对 PVP 的状况似乎不是很好。PVP 刚刚被那个站点行为吓到，对，回来的动作果然是被 ISG 布好的。这不是 PVP 刚刚想打的一字阵吗？变成 ISG 在发挥这个东西。Robin 从中间支援的时候被打到，车况相当的不好，现在是整台已经摇摇欲坠啦。是剩下100多滴血，甚至搞不清楚是被哪边攻击的。Little Mac 打这个 Lisa 打得不错 ，Lisa 连中146滴还是166滴，这个再一发就要往生了。是 Death Sky 车况良好，我刚刚正想称赞他们两个
达到奇效的情况下，车况还这么的好。不过 Nissan 已经快不行了。比赛其实还有三分钟。如果 Nissan 在PVP 在无伤的情况换掉 Nissan 的话，这场的战况就是相当倾向于 PVP Super Friends。不过呢，这个黄金期应该已经过了 ，Nissan 会推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用 Death Sky 做一个掩护。有很大的可能这场会不会又平手呢？因为现在你要越界又是一个更考验你心脏的事情。Damon 躲在那边开了一炮 ，Death Sky 哦，小心500连中两发，这个弹夹车队长之间的对决，对弹夹车的威能直接敲你两下，两下都击穿的情况 ，Death Sky 似乎没有搞清楚 Damon 的位置在哪里，是而且他不能乱动啊，这个 Little Mac 和 Smarter 他们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打到对方的头的，刚 Nissan 已经被敲得满头包，直接大退了 ，Nissan 跟 Death Sky 的大退，是，对，时间剩下2分10秒。双方目前就是只有损失一台 T1。 Batman 现在做的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假如他刚刚开炮有被对方查出一个方向的话，如果对方现在退的车炮管是对着 Batman， 他刚刚那个往前的动作说不定就会被打爆了。不过他是有相当的自信，毕竟1390是一个短小的车身，他慢慢往前看应该不至于这样。我们清点一下 Elite 675D 这个两发带走的其他的车呢，这是一个车况非常好满血的状态。 Death Sky 跟这个 Lisa 两个人是摇摇欲坠，好像老人一样，你根本看他怎么上坡的，这不能往前，万万不能。 Batman 开炮没有打到，哎 Sinch 回炮也没有打到他， Batman 只能做给弄屁股被打到，这时候如果着火就完了。 Batman 做一个逃跑动作，两发炮火三发炮火，好像在演什么电影一样。他现在还是有700多滴血，对，不过不要忘记装甲纸糊的啊，这个瞬间两发可能就突然就带走。好，剩下游戏呢只有1分06秒，一分钟。不过这个情况双方都可以讲得出值得往前冲的理由，也讲得出不敢往前冲的理由，双方都有那个中古车的情况。难道 Abby 这张地图又要再打钱？有可能，虽然理论上这样解释起来18秒，大家一起往前吧。一起往前吗？一起往前 OK， 不要犹豫了。如果是我就会跟对面的大喊，因为是 LAN 的比赛，我说哎，往前往前，他们往前的时候，我的队员是没有做这种事情，一字排开像枪决一样的应付对方，这才是我所期望的。是，对，真的要平局，又要平局了，时间上25秒，这是可以往前看 ，Entire 看得到他吗 ？Entire 开炮吗？会开炮吗？会开炮吗？没有，他往下，他畏惧了。他可能有看到，但他不敢待在这边。Ice Water 跟这个是 Little Man， 最后6秒钟切过中线过来，想要杀 Nissa 跟 Death Sky 的这两台车，很明显这没有写说 Entire 也往前了 ，Banner 也往前了，四台车要做一个夹击吗？没有。哎呀，刚最后动作是想要吓死我老人家，所以我连那个倒数都已经忘了，你知道吗？没想到时间就跑完了。对，如果是裁判，我会说我允许你们再跑15秒，来验证你们刚刚的战术。这样刚刚这个真的太好看了。刚跟四只狼要抓两个小绵羊一样，你知道吗？这实在太刺激了。是。不过莫名其妙的是，刚刚 Aswater 他们往前开，也没有遭到那个 ISG 他们中间队伍的一个掩护炮火。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沿着比较低的地形开，还是说 ISG 已经手一摊在讨论下一场的事情。对。不过刚刚我看到画面很惊险哦。对。而且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好多事情哦。对啊，那车况良好，那个 Little Mac。那个他们都是车非常的好，可能可以顶住你个三发没有问题。假如我顶住你的三发开到你队长面前，我的屁股对着你把你的队长打爆，这一场的逆转了，就是我赢了。对，这场是真的逆转下去，而且士气一定会大增，绝对大增。因为最后这个行为，这真的是这是猎小绵羊的一个行为。刚刚那两台车好像在被这样缩在角落，然后推算啊，你先出去，你先出去啊，你先出去，我再等一下，我是队长，你先出去，对，我是队长，你先出去。然后两台车都往内缩，对，差不多恐龙浪的一个动作，对，你是队长，我让你吧，对，您先请。所以两台车最后都是缩到底啊，都缩到底。Batman 他可能是打算在最后十秒，真的，他可能三分钟，因为我们三分钟就看到他还做一个蛮大胆的探点动作嘛，对。他可能真的有在计划，在最后十秒的时候用车况，因为他们调来的车都是我讲的可以顶住348炮火的车。因为刚刚的情况，你可以说从 PVP 的角度看，很明显的 ISG 剩下一种战术，
Death Sky 跟 Nisa 他们做的站点动作的确有吓到我们，可是最后呢造成什么情况，他们两个也回不去了，是很明显是在刚刚的这个 G4 号线这边，对，刚刚最后 Death Sky 那个地方嘛，很明显是被关在那边，你往回走也不行啊，你往回走会被我看到，你回去的路上就被我打爆，我打爆你一台就够了，刚刚的情况就定下来了。对，如果被打爆一台 T32 的话，情势就定了。没错，那他们两个不能往回走，他们两个只能卡在那边，那就当然是调全部的队友回来，在山上那边做一个支援。所以说，可以说 PVP Super Friends 他们是完全知道对方的车况的。那这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刚刚讲的合理战术，合理战术就是说 Batman 他做一个指挥的时间点，把车况良好的车可以顶住38炮火的车调过来，在最后的时间，就是最后那时间要抓得很好。我打爆你的车，比赛刚好结束。嗯，为什么？因为如果时间抓不好，我打爆你的车，你再打爆我的车，情况又一样。对啊，对，所以他当然是把你的车，就是像刚刚最后那个节奏。不过刚刚最后慢了点，再给十秒，绝对会看到我尖叫。对，那一个就是我说的这样的合理性战术，那另外一个就是跟上一场一模一样，又要平局了。果然平局、啊。我也不太敢往前嘛。我说我车况良好啊，你那个炮火三发过来，我搞不好就爆了。还见不到你队长，我就挥挥白旗，我就死了。那这样子，原本平局的东西反而是打到输了。对，那 Abby 这张地图事实上，那我们这样看一下，它理论上是很常出现这种情况啊。嗯，对，就是双方一字排开，谁也不敢过中线。对。不过其实之前的比赛来讲，不常出现这个情况，不常出现，可能会出现开场很像，但最后一定会有一方先越过去。那今天为什么会出现两方战术系是一个原因。再来就是这是一个总决赛，大家不要忘了，这是总决赛，关系到谁是第一届总冠军，所以双方谨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是三度来到了 Abby 这张地图，我们又要再一次在这张地图对决，不要再平局了好吗？不要再平局了 ，Abby 我已经没梗可以爆了，还有你们的战术可以不要再用一样的东西吗？我又要再讲一次，哎。PVP Super Friends 这边是个南面的出生点，他们才不一样了。哎呀，真感谢你们让我有不同的东西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一场他们完全的压制了八号线，八号对对，但是没有露出来。你看他们往右边的山林，他们可能想抓 Batman， 因为 Batman 已经连续两场出现在这个地方。你看，等一下 Batman 往前开会不会吓到、哦？会不会等一下转角又遇到蝙蝠侠？两台 T1 抗力它是在一模一样的眼位 ，Batman 这边聪明啊，跟上一场完全不一样。Batman 没有直直往前看，他到一个很绝妙的位置，第一时间抓到对方。对，而且还发现的是 Death Sky 队长车。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赞成队长车开在最前面，开在边线的，这很容易被战术很容易被摸透、啊。嗯，对。那 PVP 的情况就比较特殊 ，Batman 虽然是队长。不过他又不是一个队长车，他常常是一个，他就非常热爱游击队的一个头，是，对，与其说他队长，我觉得那个 Little Man 跟 Garvin 这个组合比较像队长。好，我们开一场再爆一台 T1 康尼汉，完全跑不了，这个节奏没有抓紧吗 ？Death Sky 真是 T1 康尼汉的杀手，而且你看，从 PVP 的角度你看到了什么？只有一台 Death Sky， 你看不到后面的车，我不让你看，我不会打爆你，我就全部往前开。不知道，Nisa 也看到，现在看到 Nisa 点到了两台车，可是 Death Sky 跟 Nisa 永远是走在一起的。那这边到底是两台、六台还是七台？不知道。对，但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猜是两台，因为你前两场都是两台嘛。你看一下，我们 Death Sky 往前开，是另外三台车在后面等，就是不想被对方换出人数，因为他知道 Batman 还在前面做一个埋伏。好了，我们看到现在是相当接近 PVP 的出生点位咯。对 ，Death Sky 的用意是他想把 Batman 赶走。是，我把你赶走，你每一格被我赶退一次，你只能清点，我知道我一台车在前面。然后我每赶走你一格，我就稍挥挥手叫我后面的车全部再往前。对，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战术思维。Alec 目前的这台车是在地图中央做一个停防。但感觉大家应该能够猜得出对方的这个逻辑。有的时候猜得出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应对你。毕竟我非退，第一我非退不可。嗯。对，第二怎么样的情况都是，目前的情况都是合理范围。对，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告诉他的队友是什么情况。万一只有 Death Sky 一台车，万一真的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到现在是 PVP 这边呢，反而是他们要来抢攻二号线吗？这边似乎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行为？二号线这边不知道是1390还是 T1 康宁汉。
似乎是1390的样子，这边是找不到的。好，我们看到 IS 继续的往前压进。Death Sky 往前看，好，眼位清理完毕，呼叫队友全部往前开。已经来到 J8 的位置了。对。Death Sky 又往前看啦、啊，他看得到 Batman 吗？我们刚刚没有看到 Batman 的位置。压进了。对 ，Batman Great Sichi 这个都是重弹好手啊，往前。还有 Nisa 主力几乎在这边啦，这个往前看没有看到东西，好，再让我们往前开一点。点位就在前方了，要来站点吗？我目前的点都是安全的，要回，要用上一场的画面，只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嘛，也就是 Death Sky 跟 Nisa 两个人，他看到什么东西？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东西，他作为开炮 ，Antara 在前面 ，Antara 在前面，我们这边刚刚是没有看到东西的，这可能是新人类的第六感之类的东西。好。他始终坚持，我都到你家了，我还是不要让你知道我带了多少的打手过来。对，还是一样，只让对方。我们看小地图，八号线这边三台车还是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对，那我们 ISG 这边的两台 T1 康宁和这三场比赛都跟宕机了一样，在那边完全没有做一个摇摆也没有，似乎是单手控滑鼠的。但是我们看到 ISG 现在呢，他后面这几台重弹似乎是在往。这有可能是个心理战，有个那个 Death Sky 可能觉得 Antara 跟 Batman 就看到了往前，不要回家，我很害怕要平局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对方应该已经做出一个判断 ，Death Sky 带着一堆打手，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对，哎 ，Death Sky 中了一发炮，这个是 S Water 打的吗？我看不太出来，也有可能是 Antara 打的，因为 S Water 刚开炮的那个距离相当之远，角度也非常的刁钻。侦查到了一台重弹往回开的情况 ，Elite 的车被 Batman 看到。你看一下 Batman， 他的位置总是可以抓到很重要、非常关键的讯息。Batman 在山上跟一头老鹰一样，看着那个方向，看着 Elite 往回开。这个情报，各位观众不要看这个小小的动作，这个情报可能事关胜负，非常非常的重要。对。Batman 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绝妙，他这边跟 Nisa 是对看吗？他想要偷 Nisa 一发伤害吗？没有，但是他又得到一个情报 ，Nisa 在中线 ，Nisa 在中线 ，Elip 往回开，家里往回开，又僵持，没错，又僵持了。4-20 BB 这边的角度看到了，哎 ，Death Sky 没有出来，也没有回去，想必是陷在那个牢巢里面。对，我们看到现在 ISG 又大。缓缓的沿着78号线这边往前进，没错 ，Death Sky 往前开了，他往前开是合理的，因为他刚刚就已经往前开过了，那个左右脑是没有被打到的情况。ISG 这边应该是要采取一个突破僵局的战术了吧？剩下3分50秒，之前他们是非常偏好这个二号线了，那也是曾经两度进攻二号线，两次无功而返了。这一次尝试八号线，到底会不会成功呢？没错，哎，李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我觉得很有可能，为什么他们突然要采取这样的压制战术？因为刚刚 LA 知道他被 Batman 看到了，对，那 Nisa 也知道他被 Batman 看到了，对。可能被看到一个往回清点的战术，哎，这是什么状况？听完康林汉被打爆了。1390不知道在哪边偷掉 Robin 的1390，偷掉 Nicola 69的 T1 康宁汉，毕竟那两台车永远都在一样的位置，那用1390去换掉是非常的值得，因为1390的机动性良好，我就能让你点到我一台车开到你家附近了，我瞬间又回到我家了，你永远不知道它的位置。好了，我们看到现在时间剩下3分02秒，还是一个僵持状态啊。Aswater and Terra 他们永远都在差不多的位置 ，Little Mac 也是。这张地图是被诅咒了吗？我只能说双方都非常非常的谨慎，可以看出他们对胜利的执着，绝对不会被脑充血的指挥给带走，不会做这种事情，也不会意气用事。这就是总决赛啊，各位观众。不要说我们看的累，他们打的也绝对也是非常的精神紧绷，他们觉得比我们更紧绷，对，汗都要滴下来。这边看不到 ISG 刚刚做了大动作，不过这边没有切到 ISG 后续动作，但是我们看到 PVP 这边是有很好的防范，针对我们刚刚看到 ISG 最后的动作， Batman 这边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他直接往前开，他是否要冲去抓那台 T1 康宁汉，如果他有办法抓掉的话，这一场 PVP 应该就会拿下来了，我抓掉你家那台野味车，我就知道你家完全没有人，是，对，那你剩两条路可以走，
其实你的军力只会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八号线这一整条路，那你就剩两个出口可以走，我塞住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用情报车挡在那边，那你走哪都不对。好，现在我们看到呢，那 IS 又回家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相信双方都不想要采取一个全军覆击的状态，双方现在在采取一个抓到对方的战术漏洞，例如刁钻的 Batman， 他是很刁钻没错，但他的位置其实有一些都蛮危险，更何况他又开了1390这样子很薄的车，对，如果我抓到你呢？我抓到你，你就无法改变，你无法突破什么东西，就无法突破，僵持下去也总不是办法吧。第二剩一分钟零五秒，Dead Sky， 各位观众也看到，主播到词穷啦，五十四秒，各位观众可以想想，如果自己是指挥官，这时候怎么突破僵局？该怎么突破僵局？对，国内有不少队伍，那队伍这种东西要获得成长。一个方法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思考自己会怎么指挥怎么做。好，不如这样好了，如果说这一局真的达成平局的话，我们来办个小活动。小活动什么样的小活动？比如说就请我们就来办一个小小的中文比赛，然后请大家针对现在的战况然后来书写，如果你是 ISG 的队长或是你是 PDP 的队长，你会提供怎么处理的这样讲。哎呦，这个有趣哦，可是请观众千万不要写下不负责任的，例如什么东西面一路压制啊一字长蛇啊，稍微写出一点就是战术性的丰富的感觉。哇，这一局是双方都连刚刚那个热激情四射的包夹都没有了，对，默默就让它过去。你看双方这边这是Insidious Gaming， 这个 ISG 很累啊，你看那个这两边的风格呈现一样。Batman 是把他的面具拿下来，拿下来了，他表示热啊，然后每个人眼睛都是很涣散的状态，每个人都好累的感觉，这太可怕了。要我打这样的地图连打三场，我也会很累，我可能直接趴在桌面上了。哇塞，真的是三场都平局，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就是总决赛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我想这跟两边的那个指挥他们的风格有关系，因为可能我像我这种比较没耐性的，三场下来我可能会说队长，我们打一个大胆一点的战术，赌一把吧。你没有过就没有过了，又不是没有过这样就结束了。我就是我的这没有耐心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身为 WOT 的这顶尖职业选手，有他们的道理。对，这就像下棋一样，下棋是一个很需要耐性的活动。那个看到刚刚那个盒子是耐心，一个棋也没有下这么久吧？对，是，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先喘口气休息一下，那也请大家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喽。结果一爆爆六场。Season One 的最后冠亚军总决赛了，我们还是一样呢，要使用 Abby 这张地图，已经三次的平局。没错，这是第四场了。那个出征点位还是没有做一个调换改变，因为赛制的关系，还是用一样的方式取出胜负。我们看到这一场的战术上的改变，这场战术又跟刚刚不一样了。ISG 这场又采用不一样的战术，这个战术很像是 PVP 之前在南面采用的打法，有没有？两台车。Death Sky， 他不再跟 Nisa 搭档了，吵架了吗？没有，我乱讲。左右开工。他跟 Siege 两个台车搭档，从八号线那边往前开，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配置啊。因为刚刚前两场 Batman 都是一台车往前，那第三场其实也是啦。你看都在这个位置，这三是好位置，各位观众可以学起来，战略价值丰富。开火了，开火了。
开火，他 Death Sky 跟他可能互开了一发。不过我相信这位置一定很刁钻，不然怎么会被发现了 ？Batman 还是不做移动。这边一样一模一样是 Batman 带着 Gavin 两台车在八号线这边 ，Death Sky 在跟他对射吗？双方这边我们清点一下，已经开了3、4、8炮火了，目前没有任何车受到了损伤。我们看到 Batman 的血量还是满的。在这边我看起来，我觉得 ISG 有点急了，在这一场的那个节奏，他不急，我都急了。我感觉他有点急，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场都是 Death Sky 一个人负责把 Batman 赶走。嗯，对。那这一场刚刚他后面那台车 Siege 也往前开，那两个人都没有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成效 ，Batman 甚至动都不动，清点到你两台车在这边。哎，我们这边看一下，看一下二号线这边。Commander Mutant 他在这边的死亡率真的非常的高，是节奏被掌握吗？总是被对方在一个时间突然往前切就带走了，有可能是真的是那个习惯被掌握了。我只能说这个高端比赛是那个车手个人习惯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的习惯好，能够让自己的队友增加更多的资讯，当然是好事。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你的固有习惯，让对方抓准你的习惯。没错，可是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会做什么样的动作？事实上，不用说跟他们这样互相敌对、互相较劲的队伍，连我们主播看久了都会有一种感觉：哎，这个时间点那个谁差不多要到了。差不多要来到这个位置。对，这边突破了。如果是 Ice Water， 他一定超屁股。先不讲了，这边看到 Death Sky 连中3炮，连中4炮，漂亮！这边突破了，漂亮 ！Death Sky 直接爆掉了。这是刚刚前三场都没有发生的事情，一台 T32被带走。刚刚前三场都是 T1 康尼汉在互换 ，Death Sky 这边这脸绿掉啊，这什么情况？刚刚原本是他跟 Batman 在互看的情况之下 ，Little Mac 跟 Entire 突然往前吗？刚刚那个是损失了一台 T32， 而且又是队长所驾驶的车，这事情应该是大受影响。而且刚刚看起来 Death Sky 真的是被吓到了，他跟 Batman 那边对看了好久都没有发生情况，我怎么会一中炮？一个闪神，刚刚大概中了5发炮吧，刚刚是大概中了5发的情况。Little Mac 他突然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 Batman 是站在高的地方看低的地方的 Death Sky。然后 Little Man 突然出现在平行的地方，对他进行一个射击。这边可慌了。我觉得终于这场在 Abbey 找到了突破口了。没错，我们看到 ISG 在队长车被打爆的情况之下，而且是现在是一台 T1 康宁要换掉一台 T32 的情况之下 ，ISG 完全不一样的战术。是 ISG 就是选择了这中央城镇的走道。没错，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前三场那个 A4 跟 B6 这边都有一台 T1 康宁汉跟宕机一样死都不动，这一场是完全不一样啦。这一场反而是 PVP 这边他选择了这个八号线，殊不知对方这次不是二号，不是八号，他选的是正中央我总城镇。事实上，以 PVP 的角度，这个情况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呈现一字排开。这个时候情报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重要的是你选择的路线不会在中途突然被换掉车。这边什么情况？Batman 对着这个是 Elite 吗 ？Elite 对 Elite 做射击3发。连射3发弹夹车之威呢，连射3发的情况之下，把对方打残 ，Elite 被打残，漂亮！这个是 T1 康宁汉 ，Harvis 往回看的情况，突然被一台 T69 打掉了 ，Little Mac 建大功，刚刚先打掉了对方的队长车，队长车这功不可没，这个情况之下又再度突破僵局 ，Harvis 刚刚那么远的距离，他只出现了一下下而已哦，就直接被打掉了。现在 ISG 这边损失了 T32，也损失了一台眼车。ISG 这边想要逆转，就必须对这个一字排开的一个车线做一个突破。但是怎么做？我们看一下他们打算怎么做。不要忘了 ，Elite 也是 Elite 的车况也是相当的不好。但感觉上在 ISG 这边呢，他们目前资讯的掌握并没有 PVP 来的这么好。可以看到 PVP 是胜算比较多啊。Little Mac 刚刚看到三台车还敢开上去跟你开个一发，胆子挺大的。对。我想他是想这场我要当 MVP， 我要3杀。对，他刚刚杀了两个，实在是相当提振人心，非常的漂亮。我们来看这一台小小的 T69 是不是可以继续立功了。Elite， 他刚中了2发，现在的血这剩差不多1/3，而且还被 Ice Water 点到了，点到了，不过他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Ice Water 又点到一台 Siege 的车，两台车渡过5号线。是哇。还是有顺利的击中对方，这个情况是太可怕了，所以 PVP 这边真的很聪明，
有没有？他刚刚把 Dead Sky 队长车打掉之后，全军就往这个地方，也就是 D 七这个地方做集结。集结之后一字排开，果然逮到了非常多，包括被打爆的那台 T1 康德派，逮到很多车的回程。回程，你看我 L 那台重车，我的 T1 康德派，我只是要回我家而已，路上我也被敲得满头包。现在这边是非采取一个直线突破不可了。你看他们为了回到八号线这边，已经牺牲了算一台半的车了。那 PP 这边有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不知道有没有掌握到这边？有啊，我不跟你硬碰硬，我再换另外一条线，一字排开，你慢慢来吧。所以他们现在是回到自家的出征点位附近，一字排开，恭候大驾，守株待兔吗？没错，我远远就知道你要来，我再一字排开，我看你拿我怎么办。你现在少我两台车，你其他车车况又不是很好的情况，你要怎么突破呢？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啊！我冲过来逮人又逮不到，刚刚不是一堆车在这边吗？我现在要跟你决一死战，我开过来的时候，你全部走光了。其实这是一个调度上非常漂亮的感觉。时间剩下2分55秒、54秒、53秒，离这个 ISG 的第三败是感觉是非常的近了。Robin 被点到了。不过 Robin 的车速非常的快，瞬间移走 Nisa 的角度也看不到。不过这这也有点漂亮啊。是三，这哇 Robin 冲太可惜了。这种情况不就是刚刚 Little Mac 他们挤倒那台挤倒 Ellie 的车，是然后他打到半残的情况吗？但是换作是 ISG 这边，他们却没有把握好这个动作。好，我们看到这两台坦克呢，隔着这个城墙，隔着中间的这个建筑物啊。而且刚刚这个很惨啊，那个不止没有把它打掉，而且刚刚那个 Grip 的车也被打爆了。我们现在又有两台中古车出售 ，Grip 开过的跟那个 Alex 开过的。好，在城镇这里看来是会产生一场苦战喽。但那你刚刚是没有注意到 Lisa 的车在这个地方吗？他侧脑对着他停了一下，被 Lisa 打了一发，不过这发没有带走。Batman 这时候该做什么呢 ？Robin 应该要好好的掩护他，对，一定要掩护他。这时候如果说 Batman 被打掉的话，这个可亏了。Robin 你屁股对着 Nisa， 确定吗？对，不过没有 Nisa 来不及开炮。好，剩下1分37秒。Batman 走得掉吗？你可以看到 Sitch 他冲上去要找 Batman， 我觉得这是 BP 的一个失误啊。他如果上去找到 Batman 的话，这一场又要平手了。不会吧？不要再平手了。而且他的角度其实相当良好。他的角度上去，只有 Robin 一台1390可以掩护 Batman， 是对，其他的车都在那个地图南面的情况之下，他到这个地方过来是保护不了 Batman， Batman 现在也无法离开。你看 Nisa 还在原本的位置盯着 Batman， 而另外三台车也冲到了这个城镇中央，要来吃我们势在必得，感觉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局最后结果如何，我就是要 Batman 人头。现在是一个捉迷藏的节奏，也就是他们要找出 Batman 在哪里。Batman 剩下52秒，但是 Batman 这个掩护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很明显这掩护的一个意味到一个极限。Sitch 为了抓 Batman， 这边被打中两发，滑了下去。Robin 现在架在 Sitch 会出来的地方，他们可能为了抓 Batman 又会被换掉一台车，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Nisa 也无力回天，没有办法做一个掩护，剩下30秒了。Robin 跟 Batman 这个背靠背的 cover 实在太漂亮了，在三个角度包围 Nisa 炮管对着他们的屁股的情况之下，他们还可以整理一个逃脱路线。Nisa 豁出去了，剩下最后的21秒。Nisa 这是要开去做海水浴之类的吗？这个不是，他是要去抓 Batman 会被抓到吗？这个 Robin 车况良好，啊 Batman 抓到了，我们刚说10秒倒数，哎不对，失血爆了，失血为了杀 Batman， 刚刚果然就换掉很多血。3、2、1 Robin 活上来了，真恭喜 PVP Super Friends 拿下了第四，刚打了4场，害我已经很乱了。这是他们的第三胜，第四回由 PVP Super Friends 拿下第三胜。是我们看到来自于菲律宾的 PVP 战队呢，打完这一场是相当的开心哦，好像拿到冠军似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两极化。但是我觉得拿下这一场呢是非常至关重要，毕竟前面我们3个平局，然后终于拿下胜利，而且现在算是一个听牌的状态。对，3-1。刚刚这场比赛啊，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说了 ，ISG 是不是有点急了？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ISG 好像失去了耐性，就是刚刚那个从一开始第一个错就是有关联的，Death Sky 他往前开，为什么 Little Mac 他们敢压过来？
这可以做一个联想，嗯，因为 Death Sky 遇到 Batman 的时候，后面那台车也露出来了。是。那我先做一个联想，首先就有两台重车在八号线，嗯，那我就有更有本钱调动 Little Mac 他们的重车过来对付 Death Sky， 对，对付你队长车，因为我判断你这边有两台，那你另外一边就算要冲锋，也是少了一台。对。不要小看这少了一台重车，你扣掉两台侦察车，重车也不过五台。那你少了一台，又加上 Death Sky， 你另外一边只有三台的情况，我是队长，我比较敢调度 Little Mac 过来做一个冲锋。嗯，那事实上那个冲锋真的很漂亮。我们看到 Death Sky， 他是原本是跟 Batman 在互相对决，跟 Batman 这样很高这样看，然后 Death Sky 也这样看，我每一场都跟你这样看。那你上前两场你都走，这场你要不要走？他就在那边等，就没有一小心一转眼，我们看到这个等一等，突然。人头就没了，他突然像被扫成蜂窝一样，你知道吗？突然就哎，连我都反应不过来，靠，谁打他？谁打他？然后一看，哇 ，Little Mac， 他刚不是在中间，他怎么过来的？是打了他满头包，往后退，退不了，从这边就是崩盘的开始。嗯，这台车被换掉，差太多了，被换掉之后又被猜到战术，我八号线那边做一个一字排开，果然你一堆车要回家路上，我们清点一下 ，Elite 直接被打残。是，然后另外一台 T1 康尼汉我忘了是谁，也是直接被打爆。对，那我觉得就是从这边开始，后面其实就已经难以回天了。虽然中间有很精彩的 Batman 包围战，不过最后还是失败。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两边队员都喘口气啊，就尤其是 ISG 这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重新来提振一下士气，非常需要，连输三场啦。对，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大家要记得回来喽。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中文直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呢，可以赶快写信来告诉我们。最后要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哲哲老师，谢谢小鬼老师，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